Thank you.
就是折磨了那几十分钟。在男一的那个广播的记录上呢，有一个记录应该可以提起的，就是在1986年左右，台湾的有一个男一的乐社吧，新社，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唱家蔡小月，这个蔡小月呢，当时非常的经常说跟男一在讲到这个歌是应该他们在男一见面。事实上是一个对立的关系，他们会互相体谅。
不是那么像现在。他二十年，我手上这个月是二十年了，这个二胡有点像那种叫二十年的条件。二十年，二十年跟动消一个词叫做弦入消复，就是说二十年声音如果跟动消达到非常一致，你是听到二十年声音的。嗯，所以如果当你小时候就是已经进去消的不止的。听到了，那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来源四个月前就是你看到的琵琶三弦，然后动消二弦，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编曲。哎，对呀，再说一次，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男人的乐器，啊，击奏乐器叫拍板，对，所以那个拍板是拿过来加一点钱，对。我们还有一个男同学，对，他要来拍拍板，拍板呢？男同学是一个自由舞蹈职业的舞蹈舞者，他也从事很多公益的活动。他手上这个乐器呢，就是男音的拍板。男音拍板上面这边写着发阶中，喜怒哀乐之位发位置中，发而阶中节，阶中和。可是这个音乐不是来承载你的喜怒哀乐的，它来流过，你自然的流过，它来带走。对，就是所以我们认为男音是一个领域，是一切的东西，大家做好你的本体位置上的东西，它就叫做和啊，发而接中节，谓之和。所以在唱男音的时候，我们在和男音啊这个事情。那么大家是不是要大家记忆一下，我们的男音拍板呢有五个板，五个板组成的啊，一个拍这个拍板是很重要的位置哦。就如果我问你们公司谁拍板的，也是那个老大，那个拍板的，他拍板很重要。然后琵琶呢，就是四条线，三弦是三条线，二弦是二两条线，然后共敲一支只有四三二一。等于记忆来用这套经典的这个做法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歌词，跟自己的唱词的心理，还有另一半的能力，心理能力中的优越感，跟其中的相处的伙伴能力，以及我们学you
基于平常直放进行工作的。Thank you.
15、19、20。